想 party party 整晚，想自由自由的喊，今天才台风声音是我这个月最开心最爽的一天啊。台上的朋友 Are you ready 2024的生日趴 Let's go。终于马发生的大型演唱会再来台中了。等一下大家被喷的时候也不要表现得太爽。八三幺看起来像脱星吗？八三幺不像，你蛮像的。我觉得办这场不容易啊，最近很多事情都很不容易啊，所以大家不要浪费今晚上把你们提议拿出来好不好。所有的不愉快让你们笑脸都把这些烟消云散，对不对？希望未来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我都可以在现场看到所有你们，好吗？一首歌只有台上的五个人唱，跟今天台中所有的人唱那是不一样的。这首歌因为你们才有了意义，谢谢台中，谢谢每一个朋友来支持八三幺旅馆。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，我只想见你。